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支影片非常的触动人心，搭配着图文并茂、轻柔又带有一点淡淡哀伤的音乐，再加上讲述者有一点哭腔还有小鼻音，整支影片令人为之动容，但是里面却潜藏非常多的陷阱。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亮君，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香港的抗争。Hello， 大家好，我是君君，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韩流崛起。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从六月开始，香港就一直在进行反送中这件事情。那它震惊了全世界，因为不管是人数上很多，从六月九号有100万人，六月十六号200万人，一直到现在遍地开花，在香港四处都有集会。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从去年开始，韩流崛起，它震惊了全世界。因为不管是人数上很多，从20万、40万到后来的百万韩家军，在台湾各地遍地开花，在台湾各地都有造势活动。同时，也是因为从六月到现在已经2个月这么久的时间了，他们没有核心的领导人，但是却依然非常的团结。他们透过网络发展出不同的默契、不同的策略，甚至是他们在抗争现场的手语。同时也是因为从去年到现在已经这么久的时间了，大家还是依然非常的团结，大家透过网络发展出不同的默契、不同的策略，甚至在造势现场可以看到旗海飘扬。每次我在看着这些香港的消息或者是影片的时候，我都非常的佩服他们有这么样大的决心。每一次我在看到这一些韩流崛起的消息或是影片的时候，我都非常的佩服大家有这么大的决心，但是我也一方面很心疼，我心疼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假日的时候并不是去享受生活，不是去吃饭打卡、出去玩耍。我很心疼这些中老年的长者，他们假日的时候并不是去享受生活，并不是和朋友去聚餐玩乐。到底是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恐惧，为什么年纪这么小的女孩子，她周末的时候不是穿着美美的，而是戴着口罩、戴着护目镜，很利落的在处理催泪弹呢？到底是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恐惧，为什么中老年的长者，他们周末的时候不是和家人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而是顶着烈日不畏风雨的在参加造势活动？是怎么样的压力让年轻人不计未来、不计代价的将青春拿来战斗？是怎么样的压力让这一些中老年的长者不计未来、不计代价的让他们的后半生为了下一代拿出来战斗？香港人已经向台湾人证明了一国两制的失败，韩流崛起已经向台湾人证明了民进党过去4年来的执政失败。有很多香港人过去都跟台湾人一样，觉得政治不关自己的事，觉得我只要赚我的钱、吃我的饭，偶尔还可以出国出去走走，生活很美好。政治是政客的事，是那些激进分子他们在乎的东西。有很多的台湾人过去都和我一样，觉得政治不关自己的事，觉得我只要赚自己的钱、吃我的饭，偶尔还可以出国走走，生活很美好。政治是政客的事，是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所在乎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民主跟自由的压缩，有时候就像是癌症一样。当癌细胞在你的身体里面滋长的时候，你没有感觉，不痛不痒，你觉得你的生活依然可以安然无恙地过下去。可是当你开始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贪污腐败的压缩就像是癌症一样，当癌细胞在你的身体里面滋长的时候，你没有感觉，不痛不痒，你觉得你的生活还是可以安然无恙地过下去。可是当你开始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但是真的希望拜托大家在2020年大选之前，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不同的候选人，他们所代表不同的价值，不同候选人在这4年里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民进党在过去的四年里面，贪污腐败、肥猫筹佣、弊案、掏空国家的资产，让经济不好，人民的生活也不好。你的一票绝对影响了接下来的生活，你未来可以继续吃饭打卡、出国旅游，跟你的家人共度美好的时光，或者你会不会有一天跟香港人一样必须走上街头，将你的假日或者甚至你的每一天都用在街头躲子弹。你的一票绝对影响了接下来的生活，你未来可以继续有钱吃饭打卡旅游，跟你的家人共度美好的时光，或者你会不会有一天跟香港人一样必须走上街头，将你的假日甚至是你的每一天都用在街头抗议生活困苦。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民进党不倒台湾不会好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觉得一国两制离我们没有这么接近，觉得国家衰败离我们没有这么的接近。但是那些香港人他们也没有料到香港会有现在这一天啊，但是所有的台湾人也没有料到会有韩流崛起的这一天啊。所以希望台湾的人真的可以早一点警觉，早一点开始保护台湾，希望我们永远不需要失去了民主自由然后才想着要怎么把它赢回来。希望台湾人可以早一点警觉，早一点开始保护台湾，希望我们永远不需要在失去了美好的经济美好的生活之后才想着要怎么把它赢回来，希望我们永远不需要走到要上街挨子弹的那一天。香港人加油，台湾人加油，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希望我们永远不需要走到要上街抗议生活困苦的这一天。台湾人加油，中华民国加油，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拒绝一国两制，拒绝一国两制，热爱中华民国，热爱中华民国。甚至有人在网络上不停地讲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华民国有自己的国号，有自己的宪法。有人说韩国瑜你要接受一国两制，完全胡说八道。台湾绝对不能实施一国两制，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除非 over my dead body， 好不好？看完了这么感人肺腑、赚人热泪的影片之后，他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呢？现在就让我们看下去。Yo, let's do it. 原来是蔡英文要逃选票。其实香港的反送中我们完全理解是为什么，可是把反送中还有争取自由民主画上等号，甚至是跟台湾的总统选举画上等号，那就有点太夸张了。香港在1997年回归大陆之后，跟大陆的一个关系可以说是竞争，大陆人可以到香港来住，大陆人可以来香港买房子，导致香港人自己排队排了很久想要买一栋房子，没想到名额却被占了，他们还需要再等待更久才能够有一个安居的一个窝。而香港人自己有钱都买不到奶粉，都买不到尿布，连民生的基本需求都有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也难怪会有民怨，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可是如果你说一国两制都是失败的，那也不尽然。在澳门也是实施一国两制，而澳门在实施一国两制之后，它的治安变好了，它的人均 GDP 变高了，所得收入都变得更好。在2020年，也就是明年，澳门即将成为世界首富，他们的每一个人的平均收入一个月高达35万的台币。在澳门的一国两制就是成功的，那我们怎么没有听到民进党说一国两制其实很不错，一国两制好棒，为什么你只有独独拿香港的例子来告诉大家呢？看事情哦，总是只看一个角度，总是只去谈一个面向，不但非常的偏颇，而且
真的是刻意要带风向。再来，以民进党的说法，一国两制是失败的，所以民众上街抗议，要争取民主自由。照这样子的逻辑来说的话，那么在欧美国家实行一国一制，非常民主自由，是不是就没有人上街抗议呢？是不是就没有暴动呢？美国之前有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也有黄背心运动，都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所以不是说一国一制，然后非常民主自由，人民就不会上街头暴动。而一国两制本身是没有错的，它适合什么样的人民，适合什么样的国家社会，我们不去评断。最重要的还是领导者，领导者要把这个国家社会带到什么样的路，什么样的方向。再好的政策，再好的制度，只要人民未来是没有希望的，只要人民生活是不好过的，他都会上街头抗议。香港和澳门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样的一国两制，不同的领导者，一个上街头抗议，一个即将成为世界首富。所以不要只是会拍这么赚人热泪、感人肺腑的影片。不过说真的，拍的真的很不错。我们也希望蔡政府在拍影片上面的努力，用来努力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最后啊，一个澳门，一个香港，都是一国两制，但是不同的领导者却交出了不同的成绩单。所以我们真的要请人民一定要张大眼睛。